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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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好，六四三九，我是丽丽，我是丽英。好，我现在要去钢琴，可是钢琴怎么？我们应该是考钢琴九级。是啊、哦。好，那我现在已经到台北了，我们等一下就要去考试的会场。什么是雅马哈？机车呀？我们的出来是雅马哈的味道。嗯，那我经常去那。嗯，好久。好，出去。好，我这边消毒一下哦。量一下体温。现在10:30而已，还有一个钟头。这知道。你带那么多书哦？你要考多考什么？就是他不想要带哪一本。94、98、114。刚才问他说不用印也没关系，你就贴在课本上，你就带零带零。哦，这个这一本就好。对，还是要稍等一下，都可以。进场。比较早。那跟你说一下新红带哦。啊，这个全部不要请小朋友帮我带进去就可以了。全部，他的全部都贴在课本上。啊，那我带进去。全部都贴在这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你帮我带进去给老师。嗯，那我们今天请哦，我不要进去。不用，不用。怎样？很好，真的。真的。他那个佩戴装饰照和听众全部都只有考测，真的。是考很快，超难。还有，您下来过吗？而且没有没有。哦。他就这两首而已。嗯。他就选这两首。所以他这是最低等级的，所以就是让他们开心过就好了。九级没有最低等级啊？九级不是难吗？不是啊，哦。刚才11、12、13。好，找人好不好 ？Oh my god， 11、12、13，快想想。收进去，收回去。来台北大吃特吃哦。来台北，你既然对我说要吃都没寿司，没办法，这很难找。金华在这附近啊。哎，我有那一间的。我那是不是比较适合小吴哈？11点就开了，看一下要菜单吧。都没有我想要的。鸡肉饭呢？都没有。你又不吃，你只吃豆皮寿司的。来，快点。哎，那是专门给小朋友的。啊？你会吃吗？好了，回家了。因为我不喜欢泡面的味道。可以不用带了啦。我这不用带了。哦耶！可到随风而去。现在是室外空间。那你是吃太咸了，你眼睛马上那个没神了。我要回家了。对啊。啊，就这样。那不然我们这边公园绕3圈，好，走。对啊，
绕三圈啊，多划算，多值得啊！有没有要吃小鼠的？什么小鼠？小鼠啊？什么小鼠？小鼠？博物馆吗？漂亮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。你干嘛？你要走这里啊？我们车子停哪里？对啊，你要走这里啊？就大公园绕圈。绕三圈呀。哎，这个地下停车场我有停过嘞。这是以前尾牙的时候，新华尾牙就停这里，突然间有点印象。来来来，特技，呜！不要为了要提着的就在摔。是要你的事吗？然后呢，我来。你说小吴呀？哦，喂，你说我。啊！然后你要不要摔一下？不好意思，我那个小胡星星百货表演是星星百货，不是。你看那个上面是什么？叫什么？很多果汁呀。哦，真是，只能说台北天气真好哈。对啊，住何基隆啊？现在有公园可以走的。对啊。我们可以去爬网友谷啊，我们可以去走绿色隧道啊。那个如果吹海风就没办法出去。而且还有森美国小啊。对，我们比较大的空间就是国小了。哪有，你其实到处海边渔港什么都是啊。是。你觉得台北市有多少人会来走这个公园？不要来找我！你看路上都是那个路过的啊，不然就是那个在等公车的啊。不能用跑的啊，慢慢走就好。走嘞！十多了。再换我！哎，我也很烂。再哈哈哈！你要发生我做的事情。再来。哎，爸爸，你翻走成道了。是啊。太时间了。哇，那怎么办？要进去吗？好好好。好，进去看一下。好，进去看一下好了。我已经翻到车，我来了。妈妈怎么会带我来这种地方啊？我也不晓得。我们现在考完试已经回到家了，虽然平时订阅我们天晚上六点都会出新影片，我们下次见。他九级通过了，请你来拿证书。你要现在拿吗？第一个通知你，我今天说第一个让你知道，你第一个知道，因为你成绩单收到了吗？还没对吗？所以第一个告诉你的，当当当当，在这边来。开心哦，开心哦，来，请你签个名，签个名。你会签名吗？会。好，00000，现在后面今天4月1号，愚人节。愚人节哦，嘿，是不是骗你的？会不会是骗你的？看看。会。啊，愚人节骗人的哦，在这里。好好。你第一个领的了，你要签你的名字啊。好，都还没有连拿到，就你第一个拿。那你
去看是不是你的名字。是。我要看一下。好。哦，太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不会。走了。啊，你可能会收到通知那个成绩单。好 ，OK， 还会再寄成绩单过来。好，你先，。Piano Grade 09哎，九级。你今天穿这么漂亮的裙子哦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走。啊，因为今天寄来，我很好，我记得他的名字，我赶快跟你讲。好，今天你又来，因为照理讲他会先给你一张通知单，嗯，拿来这边领。这边领。哦，了解。对对对。好，谢谢。明天就放假嘛，今天就孩子开心啦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好，你看到就是真实的给你的证书哦。那个证书，这个证书是日本寄的，它是有编号的，不是印多少就有多少那一种的哦。哦。对，它这是有流水号的。